整尾的鱿鱼在烤盘上吱吱作响，香气四溢，让人垂涎三尺。烤肉是中秋节不可或缺的活动之一，为了让民众能吃得健康、烤得环保，中华民国全国渔会除了推荐易熟健康好吸收的鱼贝类外，也邀请金牌主厨教大家无碳为烟的烤肉法。因为这个鱼的一个熟化的速度比较快，那所以说呢，我们推荐在中秋烤肉的时候多采用这个安全的这个水产不仅仅能够这个少油烟少油脂，同时呢能够多健康多环保。受到气候的影响，今年的水产价格普遍上扬，为了满足民众中秋烤肉的需求，全国渔会坚持不涨价，仍以平价供应多款适合烧烤的水产礼盒，为民众省荷包。今年呢，可能民众会感受到说有部分在外面的这个市场上呢，觉得有一些产品它是比较贵的，确实在这个鱿鱼跟文蛤上面呢，因为量少，所以说呢跟去年比较大概涨了快50%，那白虾也涨了30%，但是全国渔会我们今天还是一样用过去平价的一个价格呢，平时价格来全面供应消费者中秋节的一个需求。全国渔会除了有网络商城外，今年更首度与北部地区的农会超市及量贩店合作，让民众随时能买到优质安全平价的水产品，阖家共度健康无负担的中秋节。中秋团圆海味趴，安全水产到你家，赞！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罗伦宏采访报道。